我已经连续好几天在食堂看见这个女孩了，今天一定要找个理由和她打个招呼。同学你好，就能帮我个忙吗？就我那家只能用饭卡，就我能帮我刷下饭卡吗？谢谢啊。没想到她一下就答应了，给她送点吃的，留个好印象吧。就这薯条给你。我那个套餐里带的我吃不完，多。不是不是，我这些都没动，你要介意的话我。不客气，谢谢你饭卡啊。我也吃完了，你不能一起吃。我没听错吧？行啊，等我端过来啊。有点小尴尬，不知道说点什么。哎，你在看的什么呀？ 甄嬛传呢？我都看了好几遍了，很有意思的，特别下饭。啊，对，女生都爱看这些啊。你看看吧。男生是不是都不太爱看剧啊？这平时其实也看，但关键今天吃饭，我光顾着看你了。看我又不下饭。我感觉看你能让饭变得好吃。天哪，我在说什么？对了。 那个，要不然我加微信把钱转给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都是同学，我但我请你了呗。哦，这算是被拒绝了吗？哎，那个，这几天我看你都是一个人一起吃饭，你室友呢？他们作息不一样。哦。你去啊。啊，好。哎，不对，你说这几天都能感觉到他懂吗？你不是天天在这搭讪女生吧？ 没有，不是，我就是前两天我那饭卡，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，都吃好了。啊，我吃好了。嗯，吃完了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打包呗，晚上还能吃。行，那我先给你拿的。那我走了，谢谢你的指导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咱俩顺路。不是，我正好就当发号消食了嘛，咱一起走呗。 行，那走吧，我去吧。行，我慢点吧。走，走。